Avenue in New York. Mount Sinai Hospital right up the street. Next to the schools. I doubt it was at the top of Mr. Miller's list when he bought this building, but great neighborhood for children. Great building. Follow the money all the way to the top. You got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the... 好，就是像他刚刚说的，官位越高的话，住的越高，所以可以知道凯文是受他的老板很重视的。然后接下来呢，他马上就迎来了他的第一个案子，是关于一个宗教仪式有争议的，然后被检方以违反公共卫生法起诉的案子，请大家看一下。好，当然就是凯文还是不负老板众望，最后他也是赢得了胜诉。然后呢，打赢这一场官司之后呢，他们晚上就去参加公司举办的晚宴。然后呢，他带着他太太去了。好，大家有看到他太太玛丽说了一句话，不可以丢下我。然后接下来。好，大家看到就他做了什么，他就是看到这个红发女子美女，就是当初他进事务所第一眼瞥见的那个美女，深深受他吸引，结果他才答应他老婆说不可以丢他，结果他就做了这样事。然后他老婆这时候在做什么呢？好，因为他玛丽这时候非常着急在找他老婆，然后他这时候心情已经非常的不好。然后接下来呢，凯文呢在第一案件之后，他又迎来了第一个案子。紧接着这个案子是关于他们公司一个很大的客户，房产大亨 Alice， 他被控杀妻，然后还有他的儿子和佣人。然后呢，老板呢指定凯文为其辩护。接下来等一下放影片，就是关于，凯文呢他在开庭之前呢要传讯，Alice 的秘书玛丽莎为作证为。Alice 为不在场证明的片段。好，大家看到就是他在问他的时候，他发现了他脸色大变，因为他发现什么？他发现玛丽莎就是这个秘书有说谎。然后请大家就讨论，就是可以思考，等一下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凯文的话，你发现你要传讯的证，他做的是他说谎要作为伪证，那你还会传讯他吗？但是他传他的话是会让你成为胜诉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请大家思考一下。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他玛丽，我们现在就是讲一下玛丽，就是他
他跟凯文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然后到纽约之后呢，他因为一直处于不安全的状态，然后呢，他已经面临精神崩溃，因为凯文就是一直忙着工作，然后没有陪伴他。然后我现在看一下下一个影片。好，这就是看到玛丽，就是她精神已经崩溃，然后她进到精神医院里，然后她说这段话之后不久呢，她也在里面自杀身亡了。然后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等一下会问，谢谢。下一个同学，哇，就是在玛丽她自杀之后呢 ，Kevin 就跑去找他的老板米尔顿对质，然后在对质中，他就发现他的老板的身份其实就是撒旦。然后接下来我们播放一下对质的片段。It's not that you didn't care for Mary Ann, Kevin. It's just that you were a little bit more involved than someone else. Yourself. 所以啊，看完这个片段以后，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律师的工作只能够赢吗？律师的目的是要获得胜诉吗？这问题请同学想一下。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播放的片段是关于我认为法学院的学生应该要看的一段。Got the shit, Dad. Why lawyers? Why the law? Because the law, my boy, puts us into everything. It's the ultimate backstage pass. It's the new priesthood, baby. Did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students in law school than there are lawyers walking the earth? We're coming out! Guns blazing! 所以说，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就是撒旦他从法律下手，是因为法律最贴近生活。那大家都是法学院的学生，我们受到的考验也比人家更多。所以呢，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就是 Kevin 他在跟撒旦对峙之后，他就越来越接受就是撒旦他的游说，然后好像就是越来越陷入了陷阱当中。那最后男主角呢，他在自由意志之下做了两个不同的抉择，还有影片的结局。It's time to step up
and take what's yours. You're right. It's time. Free will, right? Kevin 他最后是在他的自由意志之下选择用自杀来终结邪恶的蔓延，但是在 Kevin 自杀之后，场景呢又回复到他一开始在帮那个色狼老师辩护的时候的那个时间点。然后呢，最后他向法官表示他没有办法再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所以这个 case 最后就败诉了。但是大家以为这一切就风平浪静了吗？其实之后呢，有一位记者又来找 Kevin。然后呢，之后的发展大家再看一下。就是这一位记者。Bullshit! A lawyer with a crisis of conscience? You gotta be kidding! It's huge. They're gonna disbar me, Larry. Right about that. Wait a second. Can they do that? Not when I get through with the story. We gotta talk, Kevin. You gotta give me an exclusive. This is wire service. This is 68 minutes.This is a story that needs to be told. It's you. You're a star. Call me in the morning. You got it. First thing.所以说呢，沙旦呢他又显影在这个记者身上，然后 Kevin 他们夫妇呢又再度的陷入了虚荣的诱惑之中。那在这部分我们提出来的问题是，这片中不断提到的自由意志，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问题的讨论与反思的部分。好，那我现在要，我们刚不是有陆续提出问题吗？那我们现在先进入第一个反思。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直接 Q 人哦，不要害怕，很简单。好，就是第一个问题啊，或者说，就是如果你明就知道你委任人是有犯罪的，那你要怎么，你律师当然是要帮他的当事人辩护嘛，但是你要怎么去拿捏这样那个辩护的，就是尺度。好，那我们现在直接 Q 徐思伟啊。就是你讲一下，你有什么看法？要不要到台前来啊？啊，可以直接吗？哎，大家辛苦了。你们有准备要跟他挑战吗？来，有了。我不是说挑战度没。其实就是我想表达是那个，在一个违背自己的良心的底线之下，有没有为自己的当事人呢，尽量维持他的利益的存在。这个好像蛮抽象的啦，其实好，那我帮他讲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来去讲啊，继续讲吗？要对话，不是发表意见而已。好，就是我也是觉得徐思伟的看法蛮好的，就是我觉得律师要有一定的底线，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觉得说，当然是杀人犯还是要有人可以帮他辩护啊，你可以为杀人犯辩护，但是。我觉得你不可以隐瞒他杀，就不能说他没有杀人。你可以就是尽可能帮他减轻罪行，因为他如果有什么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律师他最基本的底线是要说出真相，就是要陈述事实这样，不可以就是那个。所以我觉得徐思伟看法我是还蛮同意的。其实我也没说要陈述事实，就我自己觉得律师他有一个基本的底线。上学期啦，就是有荣誉导师嘛，曾经吃过饭的时候，老师那个导师就跟我们讲一句话，在法庭上你不能说谎，你可以不讲这件事，但是你不能说谎，谎言总有被揭穿的一天。对，其实我是这样觉得啦，因为像刚刚那个谁，像凯文他老婆叫什么？我忘记了，玛丽吗？我对记人名这个很不太常。
玛丽她最后是因为崩溃自杀嘛，其实就是因为她，我觉得就是可以分为一种就是自个人的道德跟外在的道德。对，你要先在乎的是你自己的道德，你先把自己的道德维持住之后，有没有才可以去管外在的道德。对，所以其实就是你碰到这种案件的时候，可能你已经顾不了外在的道德，就因为就是大家判他罪的时候，可是你是他的辩护律师。对，所以其实你是在维护自己的道德存在的。对，你觉得可以，然后去维护他的当事人利益，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所以就是说，律师还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好，那谢谢你回答问题。那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哦。其实我刚刚有说啊，因为你就看到片中有很多诱惑嘛，高薪啊、豪宅这些，其实我都是我们想要的。但是我就想要问大家，如果就是当你也是面临这些诱惑的时候，你会怎么让自己就避免自己越陷越深？然后呢，我想到要 Q 一个人 ，Q 兔兔 ，Q Q 你讲一下好，你在位置上讲就好了。就是你觉得，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样？接受他。你会接受诱惑吗？对啊，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人类啊，就是真的很难抵抗这些诱惑，所以片中的凯文才会真的就是越陷越深。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啊，我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常常就在生活中小小细节不断的妥协。我们当然很喜欢名探力，但是我们理智上不会想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嘛。但是我们都常常在生活的小细节就不断的妥协。然后所以我觉得可以用这句话来就是警惕自己，就是不要因为罪恶很小，然后就去做它，因为最后可能会演，就很可能会演变成大恶，然后就无法自拔这样。那我们就第三个问题就交给其他人。好，第三个问题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关于特别介绍凯文的妻子玛丽，然后她最后进入精神病院嘛。她其实之前我没有介绍细节介绍，其实她之前都一直有真相，就是说她就是很不安，然后一直想要寻求凯文的帮助，然后她想要离开纽约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但是因为凯文一直接受到老板给指派很多重大的案子啊，如果是你的话，你该怎么做呢？然后我想要请陈志宇回答。OK， 好，对，就是好，就是其实就是其实那个里面的老板也有一直跟凯文说，其实你可以给别人做啊，你不一定要你接下来，你可以先去照顾你老婆。但是因为凯文就是一直胜负欲很强，他就觉得我选择陪审团，所以我应该要把它做完。他说，因为他担心说，万一老婆是骗他，如果他真的放弃了，他老婆反而变好的话，他会很生气。所以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律师啊，工作再重要，其实家人只有一个。如果因为律师执行的工作都是去处理别人的生活问题嘛，如果你自己生活也就是没办法处理的好的话，其实就是会你在做事业务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受到很大的质疑。好，第四题，就是那个秘书他为他的老板做不在场证明嘛，但是然后凯文在问他的时候，发现他做的是伪证。如果你传唤的证人的话是做伪证，但是你为了要获得胜诉的话，你是要传唤他还是不要？如果是你的话，该怎么做？那我请燕蓉。我觉得律师应该是拿着公平正义的剑的旗帜，正当的面对对方的律师，而不是一个躲在暗处的刺客。因此，我认为说，主角不应该传唤那位证人，因为如此他就不是公平正义之师，而只是一个躲在暗处的刺客罢了。嗯，好，非常好，谢谢燕蓉。就是我觉得啊，律师就是应该秉持一个他职业上道德，就是他应该要秉持说，要为了事实而去辩护，而不是为了要把事实给推翻，为了自己利益，然后让事实做一个反转的话，那就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接下来换下一个。我提出来的问题是，律师的工作只能够赢吗？当律师的目的就是要获得胜诉吗？那如果你发现你的当事人他真的确实有犯罪，而且他隐瞒真相，或者是他要证人作伪证的时候，那你仍然是要用，你仍然想要用尽一切的方法来追求胜诉吗？有没有同学要自愿说一下？
就好，说一下好吗？谢谢。其实当事人会寻求律师帮忙打官司，当然就是希望能够胜诉啊。但是律师他能够就是不择手段寻求打赢官司吗？其实，我以前曾经听过一个打刑事诉讼的律师他演讲，他就说他会告诉他当事人，他绝对不会帮忙当事人说谎，可是他会以就是帮家人打诉讼这样的心态，就是用他最大的力量，然后去帮当事人做辩护。就是他觉得一个律师的工作，他其实是在帮助就是有犯罪的当事人能够光明磊落的，就是得到跟他所作所为相当的评价，或者是在帮助一个就是被冤枉的人，就是可以获得清白。所以律师他的工作其实还是在维持正义，所以他如果是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段然后去帮当事人打赢官司的话，那他就真的成了魔鬼代言人。然后接下来下一个问题是，就是片中提到，就是撒旦他是从法律下手，是因为法律最贴近生活。那大家都是法学院的学生，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吗？所以你的想法是说，就是既然我们是法学院的学生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对自己就是有一份期许，就是觉得我们要维护我们法律人的尊严嘛。其实我觉得这部影片它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寓意啊。我觉得他说的就是，其实虚荣它并没有什么错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希望自己能够符合心目中对美好事物的定义，希望我们可以达到那一个理想的境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可是当我们在追求因为欲望而产生的那个，因为虚荣心而产生的那个欲望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小心谨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变得自私自利，然后为了要达到那一个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呢最后就变得就会走火入魔，变得很邪恶。那因为法律呢又最贴近生活，所以呢我们都是法律人，那未来可能跟法律的工作有关系，所以我们受到的考验也更多，因此呢我们应该要更小心警惕才行。然后在我们想讨论的是，片中不断提到的这个自由意志，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自由意志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可以带领我们走向光明的一面，但是也可以带我们走向邪恶。那正因为人性不断的在受到考验，所以我们唯一能够趋吉避凶的方法，就是借我们所能够操纵的自由意志去做判断，然后做出一个正确的抉择，这样才能够带领我们就是离开就是罪恶。那我想引一句《论语》，就是《论语》有提到啊，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与我如浮云。我觉得这样的，如果把这句话的精神扩大解释来看，那就是在告诉世人，就是我们都会有追求美好事物的欲望，这并没有不对。但是我们追求的手段跟方法必须要合法正当，不然的话，如果是不义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应该借由我们自由意志，把它拒于千里之外。不然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个道理自古皆然。那现在我们请下一位同学做结论。好，那就由我来做最后的 ending。那因为这部片我们时间关系，所以截的有一点断断续续，我相信大家也看不懂。那我就说作为一个稍微的补充，就是片中第一幕啊，就是为什么那个金如李维他会知道说那个中学老师是真的是有犯罪的，是因为他有做一个很猥亵的动作，在法庭上面他一直这样子，就是。所以一个性侵犯嘛，然后他一直做这种奇怪的动作，然后想当然当然是怪怪的、啊。然后最后是那个最后那一幕撒旦那一幕啊，是因为这整部片都是在说，在20年前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撒旦就到处播种啊，然后他想要就是让全世界都到处有他孩子，所以那个撒旦就跟那个基努里维的妈妈有了这样
夜情，然后生下了基努里维。然后那个女的红头发那个女的，其实是那个基努里维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也就是说，撒旦最后目标是什么？他要让这一对姐弟，然后做新的亚当夏娃，然后创造一个新的反基督教的世界。然后好，这只是我做一个补充。然后剩下的是我觉得这个点很有趣，就基努里维他里面演的那个男主角名字叫做 Kevin Lomax。 那 Kevin 可以不用管他， Lomax 什么意思？我是觉得这是不知道是不是导演刻意为之啊，是法律最大嘛。那基努里维他又是撒旦的儿子，撒旦的手下，然后撒旦有一个叫 Lomax 的手下，法律最大，我是觉得还蛮讽刺的啦。然后另外是那个图片，有一点看不清楚，就是那看过去其实是红玫瑰，可是就乍看以为是红玫瑰啦，可是它其实是一坨这样子，其实你一看它其实是一个魔鬼，然后魔鬼的前面是那个撒旦，然后在前面才是基努里维，也就是说基努里维它其实是被魔鬼操控的。那我接下来就进入我的结论。那我们的组织认为说，良心跟工作伦理，就像我们拿第一幕跟最后一幕来做比较，在第一幕的时候，他知道说，虽然那个中学老师怪怪的，他一直做奇怪的手指动作，可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被他连胜记录，好像46次还是64次吧，超厉害的，就是可以连胜46次还是64次。然后所以他不想要输，就是当你已经赢习惯的时候，你会对输那种感觉很不好，所以他就只好用应该算诡辩吧，就把那个小女孩逼到哭啊，然后小女孩就到最后就赢了、啊。然后可是，不是小女孩赢啊，是那个基努里就赢了，然后小女孩就哭着，然后被说应该就是只是因为要玩 special party 这样子。好，那我们对照完最后一幕，就是最后一幕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良心，他要巩固自己的良心，所以他解除他的委任契约。那我是觉得说，在这个地方，因为你作为一个律师，我们都是有签委任契约的。那如果你因为你的当事人就是突然在法庭上面发现他做奇怪的动作，突然发现一个事实，他真的是坏人，然后就说：“我不干了。”这样子，那以后谁还敢来找你做就是委托啊？好，那现在是好人坏人真的分得清吗？因为就像有的时候啊，我们通常看好人坏人，我们会以第一幕第一眼来作为就是评价，比如说你看到惠慈，他一直说 Oh my God， 就觉得这个人好怪哦、喔。然后比如说你在做律师啊，然后突然他就来找你说 Oh my God， Oh my God， 就是我今天出车祸，你可以帮我出庭吗？那就说不要，你长得好奇怪、啊，然后就不帮他出庭了，或者是要收很高的律师费。可是或者是今天林志来找你，就说啊志玲姐姐这样子，然后你就说好，绝对不收钱这样子。那我们觉得是应该是这样子啊，就是他跟你讲事实以后，我们以所听到的事实，然后帮他做最完善的咨询，就是我们想办法帮他答辩，可是不要超过那个事实的范围，就是不要做什么伪证啊，然后不要想办法帮他找那种不存在的事实。就是说我们在最大的范围内寻求帮他减轻罪名，然后可是就是不要做奇怪的动作。然后现在是律师最贴近生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的主题是律师伦理，然后我觉得这可以拿来跟检察官跟法官来做一个比较。因为听说很多检察官法官啊，因为在当检察官法官的时候被拘束得很严重，好像他们就是管得比较严吧，然后就是转到律师以后就好像整个就像脱缰野马这样子，那种啊，就是以前好像都不能出来应酬啊，然后不能出来跟大家 talk， 然后当律师以后就变得好。所以而且在我们有法律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会去找律师，而不是找检察官。就当有案件的时候，通常会找检察官，就是告诉他，然后请他帮你起诉，然后会找法官。你应该不会找法官吧？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好，然后最后是自由意志的展现，就是我们这一组最后做出来的 ending 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做或者是不做。可是我个人觉得，最后那个凯文的那个那一枪啊，就是他自尽啊，然后他想要结束这一切，我觉得这很像屁话，就是很放屁，就是他最后就是结束那一切，他觉得他想要，他觉得这一切他受不了了，可是他那一枪一开下去，他以为他解脱了，可是又回到第一幕，然后第一幕那个他爸爸又跑出来，然后又去诱惑他，就像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是六根清净，然后不可能是清净无为的，就是
每个人都一定会有欲望啊，就是你可能今天，哦，像那个中职那个啊，不是说要收买中职的那个球员嘛，要钱给钱，要女人给女人，要房子给房子，要车子给车子，那因为这个世界充满诱惑的、啊，那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是排除掉这个物质世界的诱惑，我们所能做的，或许有人做到，像什么证严法师啊，圣严法师，那我们只是一般的法学院的学生，所以我们所能够做的是尽量就是说 no 这样子，不然也不能做什么。然后希望我们的报告可以让大家对这部片还有或者是律师伦理有更深的就认识。那大家还有问题吗？啊，没有 Q 人就没有问题哦，太奇怪了。好了，这快下课了，谢谢大家。好，我想还是要很谢谢这一组哈、哦，我还是要讲明一下，他选这部片子真的选得很好，对不对？因为他里面不是只有他打官司的问题，牵涉到价值观的判断。其实在基督教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片子啊，就是自由意志的表现啊。不过我还是必须讲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一个简报的进行啊，其实虽然我们分组啊，我给大家建议了哈，就分组的情况之下，其实不一定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来上台，因为它会造成整个连贯性会牵涉到切割，好不好？这个是大概一个经验啊，第一个。那时间上的问题当然也是稍微控制一下。那我觉得再来最后一个，我大概常常说这样子的一个片子呢，其实从刚刚同学们在一些表达里面，我必须还是要谈到一点，就是说价值观的判断是很重要的。价值观虽然我们都知道它里面所要表达的内容，但是你们现在一个法律学生的一个价值观，你们现在20岁、21、22岁的一个年轻人的价值观，现在是这样子。未来过了你30岁，你当上一个律师以后，你的价值观会不一定是一样。所以还记得老师我们在过去上课的内容，我说讲过一件事情很重要，法律人心中的那一把尺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持续的延续下去。我们接触到你看到了很多的诱惑，这些诱惑到你的身上，你们觉得你应该是接受的，同学说应该要接受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其实你应该要尽量的，要让你保持去尽量的不要去接受这些诱惑，这很重要啊、哦。那如何让自己的时间、让自己的精神、让自己的环境尽量不要接触这些诱惑啊、哦，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去学习啊、哦。就像说，我不是说老师，我是举一个老师的例子，就像啊，你们都知道老师吃素，对不对？吃素就是减少诱惑的一种方法，因为没得选。对，我中午就是在我要去买一份便当，一份成员50块，我不是帮他广告，就 only one 就那一份便当，我不会去选其他的东西，这就是减少诱惑的方法、哦、那很多事情都有减少诱惑的方法、哦、那你们可以去做一些学习，但心中的这把尺很重要，因为事实上我觉得刚刚我所听到的你们对这些价值观的判断，然后跟老师好像是有一点差距的啊，跟我们过去所讲的好像是还是有一点点需要再努力的，知道哈？我没有在批评你们，只是说这个部分我们还要需要学习，对不对啊？老师在你们这个时候，如果有你们这样子的想法，也已经算不错了啦，对不对？我们也是经过时间上面我们就学习过来的，希望这个片子里面所谈到的内容能够跟大家共勉哈。那大家应该不会是那个凯文啦哈。好，你们需要有凯文的成就，但是不要有这个后果啊！不要自杀，知道？那也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来做决定。好，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要去做决定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